这段因为有住家，所以他们说木打鼓，迅速的通过这边，所以你看大家都很有默契哦，很有默契，不扰民，嗯。警察也知道用走的，不打鼓，不喊口号。这是镇江街。哎，你好，你看我们啊，你要虔诚。对呀，你知道你觉得我们这中华民国这台湾的民众这样抗争，是不是实在很配合啊？啊？哎呀，那怎么了？他今天去个大龙湖，让那个人生请问那个女士是什么什么？我好像淡喜到哪里都会看到她，你看。真的是啊。受到刺激太大。哦，这样。她是大同温体的。啊？大同温体的。大同温体的叫别。他都是跟着你们的活动吗？所有活动都参加。哦。警察先生，请他们往前整理一下队伍。看来警察先生也认为这些人没有什么经验，帮忙一下。还要整理，因为人太多了。没有那个哪天我都受不了。啊！我那天跟他说，我做部长，本人好帅呀，好干净哦，好干净，好干净，好干净。这样就算一圈了呢。用他这个时间吧，最好了。Thank you.